Hello， 各位好，又翻到特别篇 Red 啊！上次讲到咧啊，我哋呢一个嘅顺伯镇嘅其中一个居民啊，小芬啊，惨死于呢一个机械阿里多斯嘅陷阱嘅巢穴底下啦。咁依家咧，我哋咧就要进行嘅咧就系去呢一个骨子群岛嘅一个嘅冠军杯，冠军胜利者之杯系啦。好，我哋嚟啦。官方人员四个徽章，你都有意味住可以跳过邀请，我直接入预赛啊。OK， 我哋而家参加呢个预赛嘛。OK， 我哋先放低呢一个嘅 3D 龙先。上次我哋都捉咗好几隻，我哋依家可以观察一下啦。唔同颜色噶，原来我依家发现到黄色、蓝色、绿色同埋啲红色喎。望望先，成熟稳重，地面属性再加运，问好问好属性。好，磁力吸住降属性精灵，加特攻减防，岩石属性。B D 龙啊，咁啊冇咩特别啦，下载都系冇咩特别啦 ，OK， 四隻都唔算话属于好劲啊，系啦 ，OK， 基本上我哋应该好少会用嘅，好少机会会用到咯，头先嗰四隻，一个样唔靓啦，同埋咧佢啲属性好难配搭啊，呢个咩人？想知道边个赢得今年嘅联赛咧？勇刺会继续保持呢一个头衔啊，呢个勇刺系嗰个咩？嗰个道馆之一啊，佢可以攞到。佢竟然可以攞呢一个嘅胜利者之杯冠军之前，龙虾小兵啊，喺啲草地度。呢度呢个咩啊？哦，道馆呢个地方禁止入内，即系呢度啦，右上角啦系嘛？呢条路唯一冇封。小霞、艾丽卡同小光，大木博士咧话咗俾我哋听咧，你将参加呢个骨子联赛，所以咧我哋嚟打气。多谢，但你哋咧个道馆系冇人睇咯。哈哈，道馆咧都可以放假噶嘛，祝你一切顺利啊！好啦，我哋又揾位坐啦，祝你好运啊！小霞，咩话？冇讲啊！你点样同呢个精灵协会扯熟话？又喺度讲喎，说来话长，大家一定要留意。OK， 唉，好啦，但系你阿 Green 同埋小蓝都要小心啊！即刻爆响口啊！已经呢、這个咪内木博士？诶、欸，内木博士，你可以喺度啊？多谢你，自从咧嗰次 3D 龙袭击之后已经好翻，祝咧骨子联盟咧。成功，祝你好运。会为你，哎，阿妈都嚟咗呢个，我就知道你会嚟。我想知道 Green 喺边。哎，你迟到啦，再讲一句啦，迟到仲比未到好。你使唔使留低咧睇完成场比赛？当然啦，我希望你同阿 Green 咧都可以全力以赴。对唔住，我应该咧唔应该咧俾你拖你咁耐时间，你需要准备。系咪要买啲精力？系咪意味住我要买啲药？无端端隔篱放就喺大木博士隔篱放我咁样嘅药店喺度，我哋买啲药啦 ，PP 乜都买晒，极限提升买少少 ，OK 就咁多先，出发，祝你好运，十二号选手咁快选咗啦，有冇嗰个赛程表睇下？你必须打，我仲谂住，哇呢、這个格雷你好打场，哦原来呢个系训练家嚟，我仲以为系裁判嚟嘅添呢个。格雷咁熟合，哇，八十咧都唔差喎。格雷，美丽花草系精灵啊，哇，晴天冇问题，我用冰系嘅。群儿小姐就麻烦少少，我哋用月桂叶啦。但其实对面嗰只好似系有火技，有呢个天气球啊。仙人掌可以用呢只。哇，索拉边，争啲死俾佢个。阳光烈焰，波普利同安唔会因为我输咗而高兴，唔知讲咩，搞掂完场，下个战斗将会咧系克里夫同我之间举行，我太饿啦，我一个连饭都食唔起嘅旅行者，咁惨，喂呀，点解冇回血 ？Oh my god， 咁啊大镬啦喺度，冲浪，哇，竟然用吹飞，哇，有地面技。尖攻，冇黑鹰，少龙啦，冇威吓，尖攻，再尖攻，勇士鹰再尖攻，再尖攻，哇中晒喎啲技，犀利，冇技添，爪狂，佢用咩技啊？吓佢用咩啊？顺风，系咁用顺风喎佢，哦冇啦。唔紧要啊，我哋仲有奇异花，但系应该唔够打，我觉得有机会唔够打，重新一隻先。咁麻烦噶，点解打完唔可以帮我回血？
搞掂。翻嚟回血先。如果你依家啊要重新打过啊，试下，我试下重新打过，究竟系点样？咁我试下唔用药，睇下打马赢咧呢度全部。真系、哦，咁啊可以练 level 咯呢个位，几好啊其实。美丽花塔山顶，急冻光先。哦，打唔死竟然。困儿，困儿又月桂叶啦。其实我可以用月桂叶慢慢磨，因为我有光合作用。哇，系痛到咧！光合作用，光合作用，光合作用。哇，好痛啊！佢嗰招咩？其实都冰晶衬中啦，结冰啊！压死！哦，俾佢瞓咗先。冇啊，叫咩啦？唉、哎、，very good， 好，唔食药可能有啲难过呢度真系。打沙顶，神庙，火掌，火应该一下死嘅系嘛？佢用顺风啱啱我见到佢，勇士鹰，李如龙啦，换一换重打要，哇，竟然用，竟然回血第一弯已经用，尖攻。哦，可能死，诶、欸，咁都唔死咁咪打死啦，因为佢四倍伤嚟啦，依家差唔多半残啲、精灵都，呢位系替莫西，睇嚟咧好疲好疲倦，你唔应该将自己逼得太紧，点解呢度替冇医生嘅又系？我可能系对手，但我话晒都系医生，你嘅健康咧系我最关心嘅，咁好正呢只死啊！幸福蛋，哇，唔系话全部呢啲啊？真系我小福蛋，吉利西蛋系咩嚟噶，大佬 ？What？ 哇，咁硬嘅佢打落去，黐线啊！妖精系嘛？喂，超硬唔得，转一转先，转呢只，哇，硬到不得了佢呢、這个奇缘，我哋用寄生，避咗寄生，中啊中啊，得，我哋之后换翻啲，换翻啲痛嘅精灵出嚟。哇，超多啊！吸六十血，六十血啊！哇，咁咪六百几血差唔多啊！数学差，所以我计唔到佢几多啊！但系吸一吸有六十血真系几癫下。你睇九十七血，回咗六一百六十二喎。啊，急冻光线咧，急冻光线打得痛佢，佢惊特防，佢惊特攻技能，护士吉利弹啊！哇，好多好多唔同种类，几特别啊！护士吉利加咗特防，阿沙顶咧，我哋照搵只奇异花出嚟吸佢血，顺便帮我哋啲精灵吸下血先。我吸超多，超正，真系帮我回血噶呢一弯系，嗱，轻松回晒血啊！下个就拎个月桂叶出嚟，跟住点打好呢？佢依家基本上物防、特防都劲高下喎。诶 ，OK OK， 打得赢啦，应该搞掂，劲多劲喎呢只，可以升呢喎喺呢一度，自然之灵唔要。经过我哋嘅战斗，我可以话俾你听，你嘅精灵状态系完美嘅，哇，真系好完美，唔错。有啲不熟悉嘅人啦、啊，先回个 PP 先啦、啊，唉，算啦，都系唔好啦，直接打啦。卡尔啊，卡伊啊，你嚟自关岛嘅冠军，我喺电视都见到你，我唔知道你都参加胜利者之杯，呢、這个将会系一个挑战嚟嘅。呢咁熟口面嘅，今次农场物语啲角色嘅个样，哇！宇宙力量系咁，发生咩事？卢卡利奥系用近身拳击，叶卡皮优电磁波，诶、欸，电磁波打得仲嚟多后嘅咩？佢会用、啊、地面技，我哋用李如龙大地之力打中我。我系咩系啊？我唔系水飞咩？所以我系水鳄啊，应该系定咩？我都唔知道自己咩系呢只。佢写呢个水龙系咧，我觉得应该唔系水龙系。尖攻啊，唔系、啊、傻咗，应该用冲浪。冲浪诶、欸，冲浪打唔通啊？佢转咗啊，嗰个属性。飞欧呢只
Fake out 有冇用咧 ？Fake out 如果打双打有用，但系我单打呢一啲技都几够，都几够用你应援唔换？呢只用水打得唔得？哇！自爆，好在卡比手都有自爆嘅可能性。我哋换咗呢只之后，换咗皮皮优，跟住用电波大攻击，摇尾巴。佢用角撞呢啲普通技啊，仲以为佢会用自爆添，一下打到我咁样，好有趣啊！但系呢个咧都系一种悲伤。虽然我已经行到呢一步，只系半决赛之前咧输咗，即系最后一场啊嘛。哦，瑞克，我不会输俾你噶，越所有咧黐我动你力量，所有的柱啊，什么鬼？瑞克真系劲似农村物语嗰啲喎。固拉优啊，出个皮皮优同你对付先。摇尾巴，佢用咩技啊？光墙放电，咁我唔可以用水技啦，我唔可以用水重，就咁打都唔系好痛。皮花，跟住用寄生冬子。哦，啊，哇，几惊冇中啊！打雷 ，Oh my god！搵你挖啦，冇办法啦，三步步，哎，打死可以，好，阿里多斯，水技，精神强烈，有啲麻烦嘅，月桂叶啊，系月桂叶，咁我都用月桂叶咯，落冰，竟然，魔法叶啦，巨蟒藤，得翻一招冰技喎，结佢冰先，金龙光先。魔法叶好，呢只系贝贝龙。哇哇，一击必杀，过分咗啊！哇唔得啦，真系要食药呢度，食一食个药先。全服药喺边度？呢度，我哋喺度 save 先呢度。系咪真系打决赛啦？应该真系决赛咯。你系初赛嘅获胜者，恭喜你啊！嚟自顺八镇嘅，先唔好太放松，你而家要参加半决赛。半决赛嘅每一位选手都似一样咁强大，祝你好运。与此同时，阿爷去买啲呢个咩啊？炮谷啊，你要啲咩啊？随便啦，多谢奈奈美。梅拉你冇嘢嘛？我咧好感到不安吓，担心佢。我唔确定啊，你都一定为佢骄傲啦。你个仔而家独当一面啊！哈哈，系啊，佢唔再系我嘅 B B 啫。打扰啊，你系咧阿佳梅拉啊？诶？系啊，有咩帮到你啊？你系边位啊？哦，唔好意思，我系咧精灵协会嘅特师奶，祝贺你个仔咧取得嘅成就。我哋咧骨子联盟指定参赛者嘅家人咧分配咗个特殊嘅座位。哦，好听，你唔错啊，坐喺边啊？你系你唔识我？我系边个？我大木博士，我孙都系咧参赛边位啊？大木青绿啊？你个老嘢，我先唔理你个孙，我唔知乜水。哦，系系，唔好意思，好快就会有人叫你噶啦，梅拉行呢边啦。无端分开咗呢度，佢唔帮我回血就直接打初赛啊！即系呢一个决赛啊！真系，不过目前为止一切顺利，我会确保火箭兵团唔会闯入呢个比赛。好高兴再见到你啊！我未问过你个名添，我有我嘅情报嘅勇士，馆主冠军，喂，馆主同冠军，请去呢一个竞技场哦。叫呢个勇士去到呢一个胜利者之杯嗰个竞技场系嘛？睇嚟我迟到，你就系勇士。如果你可以通过决赛，就可以咧同你一决高下。祝你好运。佢嚟咗啦，佢系咪咧好难对付？敦眉对我哋好有利啊！睇嚟佢仲未知道我哋嘅基地。胜利者半决赛即将开始，呢、這个我哋先等等。我要你哋两个继续待命，待命。我哋道馆馆主参加胜利者系我哋嘅责任啊，阿波罗。嗰啲蠢材知道你哋两个嘅事，你哋两个要匿埋。但系呢个好重要，我哋必须要参加，否则咧会失去咗咧嗰个咧股主嘅资格嘅。相信我，过咗今日咧，你就唔需要再坐呢个位嘅。嗰啲咪准备好啦，我已经准备好咧喺你嘅命令下释放佢哋。好、嗯，好好。OK， 嚟啦。哇系，诶、欸，哇你搞啲咩麻烦唔重要，我从来都唔中意精灵协会嘅人。啊哦，你今次遇咗麻烦啦！我哋关岛嘅管主一直支持你嘅，会我已经将发生嘅事咧话俾啲人听。你做你嘅事咧，有需要我帮手噶啦。嗰边嘅家伙一定系阿波罗，唔好做鲁莽嘅事吓。胜利者之杯今年比赛好激烈啦、啊，呢、這个阿波罗
呢啲就系我打赢嗰啲嘅，全部可以帮我回血啦，医生。祝你好运，真系唔敢相信你行咁远呢个幸运嘅小子。你两个做乜坐埋一齐啊？点啊？问呢一个啊？定落去揾啊？问下呢条先。欢迎嚟到胜利者之宝，我系阿波罗。我谂咧，我哋以前见过一次，好高兴见到你，睇住你，祝你好运。咦，我打？系我打咩？等半决赛嘅第一场战斗开始啊！嚟自花蕾村嘅哈里斯啊 ，VX 呢一个嘅纯白阵嘅，祝你好运，我唔谂住轻易放弃。哇！吓呢啲咁似呢一个枯叶阵嗰边嗰啲人嘅，又系带住只护主犬咯，跟住进化咗凤神犬嚟噶。炎马火系精灵啊！哇，兵马，唉，兵马有啲麻烦。好再打死一下耿鬼，我哋换一换。哇，白色嗰啲耿鬼同命啊！唉，可惜啦，同命系对我冇作用嘅，因为我呢只嘢冇攻击能力，唔好意思，我呢只宠唔系攻击嘅啊，系净系卖个样嘅啫。换一换啦，我只波动咁就啱啦，唔好用同命啊嘛，黐线，成日都用同命系咪傻噶？睇下泰山阿顶。怨念唔用得啦，因为扣我 PB 呢只草成杰，草成杰，哇鬼火 ！Oh my god， 得翻一只就好胜利啦，打得唔错啊，伙计，你都好强大，哈哈，多谢。半决赛嘅最后一场咧，将会有咧纯白阵嘅 Green 对我同纯白阵嘅紫罗，紫罗，我精灵太强大啦，白痴，天真 ，no， 我精灵你个白痴。吓，我连紫罗样都冇得睇喎，你都系白痴嚟嘅。喺决赛之前，我哋有个短暂嘅休息，系咪真系有休息啊？系咪可以翻去回血啊？可以回血啦嘛，我真系想翻去回血咯。哎，得啦，哎，好好啊。你必须先打低呢个训练家。Oh my god！ 中笔，中笔啊，各位。饮花去，咁我哋唯有喺呢度开始打啦。啊唔系，唉，既然系咁，我哋要食药啦，系咪？一阵间，好。咦，头先系咪？哦系，做咩你喺入面啊，朋友？你做咗啲咩事俾人搵咗入去啊 ？OK， 一阵间打嗰只系火系，火系可以一次过清晒啦，冇问题。好、哦，系争嗰只紧鬼，只紧鬼都可能得嘅。其实点解会系降雪嘅呢只同名缓冲电磁波先换做大力蛙，又同名换摇尾巴，可以落冰落死佢。OK， 凤神犬，凤神犬就系水系啦。怨念 ，OK， 换做呢只。你再换 ，OK， 得啦，搞掂。紫罗，好啦，我哋呢一度咧就有得休息啦。睇我哋先，冇咩特别呢度。我要同阿 Green 倾偈啊，呢度。祝你好运，诶、欸，又话有得休息嘅，直接嚟打咯。嚟啊，打啊嘛 ，OK。得翻一只精灵噶，好，我哋 save 个符先呢度。我想试下睇下，我如果用一条命可唔可以打得赢？准备好未啊？咁啊，就位啦！有趣嘅系咧，命运咧俾我哋喺另一个联盟当中重赛相遇。我唔相信命运或者宿命，但系嚟啦！哇，一嚟已经系太阳啦！转电磁波，啊，游鼠地面系啦，睇下啲真系真系醒目，金通光线。滑雪冰，哇，好硬正喎、啊，唔得啊，一定要食药，食硬药都得。你佢啲阵容好劲喎，仲剑舞添，应该打唔死我嘅，系啦。呢只狗尾就应该系鬼火之类咯，我估。迷人唔系话，解唔解到啊个迷人 ？OK。我冇，我要死喎呢度电磁波先，自杀跟住自杀，
二杀，二杀，得，跟住敏向话用，太差顶。呢只系急冻光线可能死嘅，但系应该冇咁快死住，系啦，死埋。如果呢度输咗会点啊？诶，可以直接喺呢度开始啊？我冇办法啦，我当我自己死咗一次啦，系啦。我有咁，只要我啲宠全部系满血状态就赢眼嘅啦。飞天螳螂就换呢只啦，佢好快换宠啦，系啦。佢呢度有地震，但我唔知佢咩属性，所以我哋要换嘅系李元龙。冲浪唔系好有效，用冲浪唔系好有效嘅话，有机会系草系，草系或者水系。我去撞地震就知啦，我谂应该系草系啦。月桂叶用冰技，嗯，都唔系冰系，咁系水。诶、欸，死啦，唔鬼记得咗添。头先我用地面打唔痛，用冰技打冇乜特别，用草打打唔痛。系算啦，唔好搞，唔好估啦，直接打啦，唔好估啦。OK， 飞天螳螂唔够我打啦。啊，仲有带呢只出嚟，鬼雀，鬼系嘅大比鸟。哇，喺、欸、太阳力量、啊，搞掂呢只，打塔顶。人生拳击搞定，恭喜你，你有赢啦！获胜者系我而家咧决胜嘅呢一个胜利者咧，必须面对我呢个骨子联盟冠军。祝你好运，我准备好啦，开始啦！系、哎、咁快开始，哦呢只一发死，又一发死，椰蛋树两发死啦，应该啊、哎、结冰 OK 顺利，启暴龙。打塔顶 ，OK， 唔紧要啊。机种，跟住比卡超，喂，咁啊赢硬啦，应该啊唔系、啊、，OK 冇问题。呢度召唤摇尾巴，等佢自己死呢度。好，步荣员，机种，龙爪应该死咗啦，八十咧系啦，咁应该系打唔赢啦，又要又要死多次啦呢度。喂，又要再打。OK， 冇问题啊，冇咗太阳喎、啊，今次冇咗太阳你又难打，你又难打得赢我啦。乜唔系话学师术？你学师术 ？Oh my god！ 哎，呢只啦，黐线！哎、欸，用尖石攻击打得痛佢。好难打啊！其实呢只嘢都，我唔知佢咩属性，用咩都好似冇乜伤咁。好啦，又要死啦呢度，黐线！再嚟个，啊今次都系冇太阳，非常好，最中意冇太阳。咁我哋今次唔好用急冻光线，黐线急冻光线，低能用急冻光线反而结翻我冰。嗰只海豚。系咪鸡泡鱼呢只？河豚咧应该叫做地震。Oh my god！ 其实毒你都落得出，我差顶，近身搞掂。OK， 你啦。佢好多只都系四倍冰喎，我发现。椰蛋树呢啲就用其他精灵打啦，呢只先啦。跟住摇尾巴，啊呢件有催眠粉，哇催眠粉麻痹粉，样样齐喎朋友佢。跟住呢度换只大力蛙，顶住 ，OK 顶得住，佢塔塔顶死啦。呢只要换一换啦，因为水龙啊，尖石攻击啦，落雨喎，帮我回血非常好，地震咧，地震。佢有龙武喎，步行员系嘛？哎，大镬！换一换先，电一电佢先。仲要系佢出步行员，点知出咗呢个飞海马？自一自杀先呢度。啊！
跟住大利蛙啦，塔沙顶呢度就直接金龙王线应该死嘅，搞掂！我被人超越咗，喂，你嘅新冠军咧来自上八镇嘅夫妇啦，吓我做到啦，确实做得到啊，靓仔！啊，阿波罗，多谢你削弱咗大家特斯拉小丹德比仔依家啦，我搞咩啊？好不如话勇士，我哋揾个时间咧聚聚旧。你系咪忘记咗你作为咧管主为咗保护平民嘅职责？我一个冒险嘅人嚟嘅，勇士生活嚟讲咧，对我嚟讲太枯燥啦。這个管主就是个白痴。咩话？嗰啲精灵阿波罗，我哋系董事会嘅人，我哋命令你咧即刻投降。哼，可笑！我就知道有事会发生，冇错。但系早啲介入咧就更加聪明啦。勇士派个侦探嚟监视我，呢、這个就系你做嘅一切。你走唔甩噶啦！我唔会走啊！呢啲精灵咧都会咧赢到你。所有人从你咧被我运起嚟嘅朋友开始，唔知咁问阿二咩话？你对佢做咗啲咩啊？佢依家咧正喺度测试紧咧半机械重嘅毒性，你最好准备面对麻烦啊，并且加倍面对。诶，出翻嚟咯！希望我嚟咧 party 冇太迟。阿二、小榄呢啲根本都唔系问题嚟啊，有乜可能噶？总部咧戒备森严，你哋两个冇办法，连一啲擦伤都冇啊，走到出嚟。我对总部好熟悉噶，阿波罗。德美喺边啊？哦，假设佢而家瞓紧觉啦，德美。仲有我攞小分留俾我哋嘅证据啦，太犀利啦，小蓝。再叫全部杀精光，你要扮演小蓝吗？当然要啦，各位。